你要干啥去？回去。回农村呐？啊。整那个稻苗啥的啊？嗯。你不是让二舅帮整了吗？那咋整不行啊？得那啥，那是不是得那个回去看看呗？我看看缺不缺水啥的。再说二舅天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啊。这啥时候吃？晚上吃，该。那个呢？那个饭后吃。姐。嗯。一会儿吃完饭给他吃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也行。叶、嗯，我大儿干啥呢？吃牙刷呢。我大儿刷牙呢，你看。刷一下哈喇子。你刷哈喇呢？你那哈喇有牙膏啊？啊？哎呦我的奶！回家看看妈在没在家，然后瞅一眼。你觉得他在咱没在家？不知道，没准儿，别说回去了。他不带往远走的，你就记我话。不带上别人去，那可不，往哪儿去？你那牙刷的好不？哎，我要去回去收拾收拾，我看看啊，几点能回去？几点能回去？十二点还回不来？回来我还得找那啥呢，我还找那个就是那个就办那个什么玩意儿呢，办那个营业执照的。嗯。你来电话了，呀呀呀！你老儿整没了，快点！这是谁呀？大哥，别拔！啊，没电了。哎，大哥。我这我咋问你呢？你搁农村呀？没有电话，网不咋好，我这没有电了，想怎么回事呢？一亏电，它还影响网啊，兄弟。啊。你这电话不行了，需要换了呗。电话不行了，这都多少年了？你说叉啊，几年了？那时候买都四五年、五六年了吧？嗯、哎，你那时候买还二手呢？二手的3000多块钱，这不行了。那完了，嗯，啥、啊？我没有，你在家在家呢？啊，我在家呢。我要回哪儿？回农村。我要上你家去。干啥嘞？我没啥事，今天没事，今儿周五溜达溜达，上你家待。那不行啊，那我回去啊，我得回农村呢，我得看看那苗棚啥的，稻苗洗完了。你一起回去呗。没事儿啊。我没事儿，当溜达，要不在家溜达，没啥事儿。我寻思回家看苗棚。啊？爸没给你打电话啊？没打呀，我寻思我今天回家正好我瞅一眼去，我看回没回来。我一打电话谁不接？回去。别给我钱。啊，那我开车接你去啊。那也行，那你来吧，怎么都行。嗯，你来吧。嗯嗯，好了。哼，这回好，你俩还是个伴儿，还有意思。没事。嗯。那收拾收拾下楼吧，车里等他。完了，到时候他来了，我俩直接走了。你走吧，把垃圾扔他啊、哦！那个垃圾都在门口呢，手机、钥匙、垃圾，这就是你三样要带的。走吧，拜拜。嗯。一会儿的大门紧闭，不好上了。这也差不多有人儿的。这天上哪看见人儿去？先看看苗好，他咋不在家吃？苗也没啥事。哎呦妈！你家狗咋的？苗现在别的没。这家伙可以。是吗？嗯。玩儿良心。哼哼。我是啥呀？那里更不带有的。你看这电动车有电吗？嗯。看看有没有电。干啥呢？没有。没有电了。嗯。没电了，这没有人。我这给他电死的。那我在这里闷着呢。啊啊！你挺厉害呀，你啊。嗯，是不是？没人。我说没人吗？你回来了，那衣服洗啊？哪个？这不还得裤子吗？还得大背心啊？那我这那天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搁那挂着，一直他也没收啊。你这都落灰了吧？得亏有这棚。完了。找钥匙啊？钥匙都拿走了，没打算回来呢。那你寻思？没有鞋了，我看那边门关着呢吗？大门呢？嗯，大门关着呢。
关了，都没开。赢了，都没开。你看这园子，你整完啥样就啥样吧。嗯，园子没动吧？嗯。这撂哪呢？这下可妥，人丢了，电话不接。你来把那个啥子扣上，膜都扣上。他那天晚上是瞅过的。嗯。要是不瞅过，他也没啥事。那怎么回事？没有，这里没有这活的，这园里没有，就翻地了现在。走过去还不管他了，你这苗搁哪儿？搁哪儿呢？苗山上呢，看看呢。在这瞅瞅，我就瞅一眼，那啥，也没啥事儿。那水啥的，就二舅不搁跟前儿吗？完了，有时候他给揪，那地一推拉就上去了。你还这心思塌了？啊啥呀？怪你，他就跟前儿，给你这烙烙干巴大饼呢。不，我寻我看看缺不缺水，缺水的话。那玩意儿不准成是吧？对，缺水不准成，你心汤了还是？王小二他妈搁那，都先给你籽儿给你抠出去。缺水我再浇一下，反正这玩意儿这有人在跟前儿，总比没人强。心瞅瞅吧，别指他，指他完了，嗯，他可溜着。不缺水就拉倒，就咱就回去。那上哪去了？你说这玩意儿？不知道。对，你看看，谁二舅给你浇地呢？人儿都没有还。浇完了。谁说的？这水管都搁那，昨天我打电话相问的。这你整的水管呢？那我不整咋整啊？你这嘎没地儿浇水啊？俺这水库现在谁的？还是他家的，没变呢，一直没变。有没有鱼？那我不知道，我也不会钓这玩意儿啊。我记得应该是有，但不好钓这玩意儿。再说人家那嘎钓一回没钓着啊？哪个那边啊？那边水浅，我没有鱼。人家也不让钓啊。这跟人家的，你知道人自己有鱼，人家自己松的。你这苗让二舅给过去了，给你抓着啊？不让二舅给过去了。啥玩意儿过去了？他怎么都给哎完了吗？这不怎的呢？不给糊上了吗？人就这玩意儿还给糊上了、啊？不是，他那顶上啊？咋的了？那不给你糊蓝的了吗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人就这玩意儿，你那种机械那种细苗就这玩意儿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？不是，我记得那个那些奶细苗，那就是上面就是土啊，这怎么还给你盖成布呢？那现在这种就是跟科学嘛，就这玩意儿，浇完水。这又看啥去？没除啊？除看除啥呀？我寻思我去看看缺不缺水啥的。缺水吗？湿的，确实给浇了，那浇给浇了。把这玩意儿给我看看。走啊！来，我来。你看，你这好干啥呀？往里去啊！老热了。哎呀，那你不热，你不这看也看看土湿不湿？你看，别蹭身，别蹭身上，低点。哎呀！这比旱冰管行啊！哎，你给我取个盆来呗。干啥要搓呀？不是，这里头躺里多得劲儿啊！看底下，啥也没有啊。那可不啥没有咋的？没到时候。草都长上了。嗯，还行。不是，这玩意儿这不扯王八犊子吗？咋的？谁家铺这玩意儿啊？我那前小前哪套细苗都不铺，你这可谁没整这玩意儿？怎么不铺？都铺了，上膜上。以前用那种塑料子。是不是二舅卖你的？他哪有这玩意儿？是不是他给你买的？他哪有这玩意儿？他建议你的。撂下！我严重怀疑他搁中间冰缝了。那不能，反正就还能干那事儿。哎呦妈呀！他们哥们儿。嗯。现在这膜这玩意儿，你看是不是先进？哎呀，再给他拽一下好了，不行，你周起来那个。我进去一下，我给他往出拽一下。行，拔点。啊。扑一下。干啥呀？不是，我给他拽，撑一下。你出来前尽量趴低点。哎呦，一下就蹭上了，蹭，蹭没咋埋的，给他盖上。这活没有啊？什么啥活？那啥活没有？回来干啥来了？因为我就要回来看苗棚，我先回来看看妈在没在家啥的，没别的事儿。不用干活啊？没有，没啥活啊。我这都锻炼你这。锻炼啥？锻炼你不溜达走呢？没事老开车上哪去？那不有那玩意儿，走不累的。我寻思我给你干点比较费体力的。没有，就这膜你不行，一会儿找个专家问问吧。问啥呀？我就感觉好像人糊涂。扣地的膜啊？就里面那玩意儿，它没有那玩意儿。人就那个膜，人保湿保水分的那玩意儿，什么没有？这不像咱家以前那种，以前铺也有膜，塑料的，你看不出来啊。那不是来浇水不得周开吗？现在这玩意儿不用周了，直接往里刮一浇，直接渗下去了。渗哪去了？渗底下了，躺出来了。躺什么躺呀？那直接就渗里了。完之后还保湿啥的。啊，嗯，高科技，嗯，科技鱼很活着。对，真牛。就这玩意儿，我操，这棚这么大呀！我刚瞅，这还大，这多小啊！咱家这，我小前这样弄到地好像就一半了。那会儿地也少啊，那能一样吗？没事，咱回去
回去不行啊，我一会儿还得上奶奶一趟呢。上奶奶干啥去？我给拿点东西，上去那啥给送。住巧了，你整住了？住啥巧啊？那住巧，我找多少圈啊？找没找着？后来我给他定点，我说到时候啥时候有的话，在该里定的。我说啥时候有给我留着，完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。那得攒哪百倍的？那给拿啥呀？拿的那啥，那个红枣片啥的吧，还有点沙琪玛。沙琪玛，哎呀，那沙琪玛呀，沙琪玛嘛，整不整呢？我一拿，我心里一拘灵都。偷的、啊？偷啥呀？我自己的，关键那玩意儿我怕惹祸呀。那能惹啥祸？那个假粘掉了，他那粘说安就安，人怕啥呀？粘不粘那玩意儿都先搁一块儿，主要是那玩意儿榴莲味儿的，主要是。怎么还整这么凑巧？前两天不有人要吃榴莲吗？净要吗？人都没整着。你整个沙琪玛榴莲味儿的，要吃榴莲的人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快活，你不管他，你告哪块吃，等他回家吃没就完事儿。让他瞅着他吃榴莲。谁呀、啊？妈呀，他不吃榴莲。咋不吃呢？哎，那玩意儿是拧叫的那玩意儿吗？哪个？那绿的。啊，看不清。柳毛子不就是这绿的快吗？拧叫那玩意儿就柳树条子。嗯。嗯，哎呀，上面开花了都。那是桃花，这么快啊？哎，那是桃花还是杏花？哎、啊，走看看去。走呗。咋这么慢呢？啊？咋这么慢呢？我上不动了，都别往上上了。不上了，下去。你这搁底下草没多高，这怎么走这么远还没到呢？哎，这站在高处是得劲儿啊！站在高处是挺得劲儿。这花挺带劲啊。嗯，这还没开好呢。嗯。杏花，哎，挺多呀。啊？不是桃花吗？杏花，李子吧？行，李子没到时候。这边果树挺多呢，这一溜梨溜子。这谁家？谁家的？我还真忘了。但是这些年没人打理。我感觉这里头这李子和杏小条我可偷老了。偷老了？那。我也来这吃过，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归谁，我小那会儿。咱们那前都是搁那边的山坡路径。对对。把小钱搁这里洗澡。那咱们小时候都搁这边洗澡吗？你看过女孩洗澡没有？哎，我曾经就看过。水库。啊？我曾经就看见过女生在这里洗。是吗？那你故意看的吧？那山坡那不有那战壕吗？嗯。那里趴一溜小脑瓜。哎呀。那我。被我给发现了。那、我跟我同学啊，我们去一般没有小姑娘搁这里洗澡啊，都俺们那半大小子。通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一人给了我20个留子，是不是？让我就举报他们了。那算对了，正义嘛，正义的化身。别说，暂时又收贿赂了，我上被腐蚀了。也愧挺是吧？被腐蚀的。哎，这山顶这树都空没了，这两年。嗯呢。那开花的不都是这个杏树吗？都是。那山上基本上都是，这树都死没了。以前这沟里老了，看那小树都没开起来，你看。嗯，挺带劲。走吧。这地以前就是个大斗坡，那什么东西都抠出冰山来了。不知道，咱家地也不在这块儿，也不知道。随着。走，上哪一块儿？